他们不知道我是不是大仙，我不知道。哎，晋级赛，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。谁晋级赛啊？来，谁晋级赛？谁晋级赛？嘎队，嘎队，嘎队晋级赛。点点点，点了点了点了，我这边有狗叫啊。可以可以，队长队长晋级赛，我们练一手练一手。我晋级赛了。对对对，你晋级赛，练一手练一手。星耀了，星耀了。你终于要成为。感谢大家在我身上。可以可以，你终于要成为星耀强者了，好兄弟。成为星耀强者。星耀强者，恐怖如此。斗罗不是斗斗宗强者，斗宗强者，斗宗强者。斗宗了，斗宗了，可以可以。这英雄，这英雄，来来阿古朵。对，哎。哎，我不行不行，我慢点慢点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上个厕所啊。啊，慢点慢点慢点。嗯表弟表弟来帮我玩一下，我上厕所。啊，可以啊，这个表弟还可以当工具人，好爽啊。表弟。旁边玩电脑的，我让他过来，我弄一下。待会你给我选个辅助啊。嗯。我帮挑选英雄。这。这里狗叫有点烦，对面拿人帮影响我操作。我决定，好好好，这把我打不赢，我要展示我的露娜了，兄弟们。真的吗？我要展示我的露娜。好的好的好的，好了，我赢了呀。那我去打射手，我去打射手。嗯，再来一把马可。请选择你的英雄。还不明白了，你现在是我的人了。来，你选啊，干嘛哥？那什么？这边我射手了吗？我玩中，我玩中，你射手，你射手吧。嗯。你会吗？嗯，还行。还行，可以可以。我不是。什么？你老板想看我玩猴子？嗯，雅典娜，完了，对面控好多啊，好烦、啊。不要露娜，要猴子，那等下一把吧，好吧，下一把，下一把。哎呀，感觉野王已经戳这个理性，戳出手感了。什么晋级赛啊？他看看我没注意。星耀吗？星耀，他们不知道是你吗？我不知道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你们不要再跟我说这个，好吧？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怎么抖音有的时候一阵，抖音有的时候是一阵一阵的一些怪东西，然后就莫名其妙的。这吧，就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你们能一直之前火的那个是什么？啊、之前抖音火的那个叫什么梗啊？是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，就那个话，然后就疯狂有人在说什么东西、啊？嗯，请不要在野区踏青。两个法师呀！这敌人，这压线直接卡我兵线，我操，有点。嗯我的天机会玩的兄弟，抓鸭子，抓鸭子，哎，我也不懂，就是跟着好，跟着大家热闹。给你盖章吧，我拿过来。他没有告诉你，我观察的。他了，你就死了。完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！开始撤退。快跑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我还没事。我先跑了，等我一手，等我一手。我们都跑了。OK。没事，我跑了。我跑了。顶起来卡线的，什么选手？天劫没闪，天劫没闪，给我们野打野一个信号。我们打野不会帮你啊。
我打也不会帮你的，你在那里自生自灭吧，自生自灭吧。来了来了，我已经配合野王把下路给宰。我玩的中路，我要去拿这个和先知主宰。好的好的。完了，上路被群殴啊！上路被群殴。我来帮你看一下是，我上路有点惨呀，兄弟们。来了，拉我一手。来，我来 TP。我顶回来。漂亮。上路有点惨，我来帮一手上路。没事，我走了，我没蓝，我打不了。哇，这个墨子，我把他小野吃了，我四级了。可以，帮我给两件吧，给两件。来，过来，打他们呀！四级了，你不来，我要走了。我来了。好，漂亮。再放大了。哎，这我撤了。我打，快跑。没事，没事，不慌。我的。我没蓝了，我没蓝。撤吧，我一手。没事，再来，没事再来。没事。哇，我开了一个大。他们蓝刚刷。他们，哎，他好像龙那个蓝没打呢。我知道，我去拿他们家了，搞一手他们家了，给两。我操！又来了，打过来了。哟，我好惨呀！我好。漂亮，能扛住压力，换了一个可以了。漂亮，你们换线，我打不过你们换线。来来来，我不是打不过好不好？我是被引诱了。真的吗？你们三个哎，我没打，哥。啊，没事。我挺难的。他们打不死我。呀、啊，快跑！支援！哇，没去，我受不了，顶不住了，没蓝了，我也顶不住，帮我清一波中线，没蓝了。我回家了。怎么好的清兵简单很喜欢，这局感觉又误开了，问题不大，有一次这局也还可以拉尾手，换波线不就好了，叫马可去打那个刘邦，过来，哎呦，不就乱杀了，解开了，哎，没事，有事吗，漂亮，完了，又大刀又要过来了呀！我又跑了！哇！有！好痛！撤了！我残了！我走了！我顶不住了！哎，这个妲己呀！这妲己是？完了！哎，我这个妲己双杀了呀！妲己双杀六啊！好，野王报仇了，完了！在塔下杀你还有怎么？妲己在塔下杀你怎么还有大招的呀？我一丝残的呀！一个二技能一个一我就死了。这样完了，我以为他没大，结果我开始去 A 了他一下，结果他有大。打他！要是能多几血，来切他。我镜头给到你了。来，漂亮！可以。来，他们助攻，我把他塔给拆了。下路塔可以拆了，兄弟们。我直接拆塔，给你看视野。哎，可以拿那个，可以拿那个。对。哪个龙？我去看视野，你打。我点点大闪，点点没闪的。哎，刘邦传大，这个人，等一下我们来了，把他杀了，可以上吗？我在冲，拉我一手，你看他们下路，他们那打的可开心了，给你盖章吧，我来了，再包，漂亮，
这是跑着你啊！完了，我都蛋蛋了，我只能砍他了，好兄弟。A 大 A 大 A 大 A 大。可以，好 A 好 A 好 A。好 A 好 A， 666666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要死了！哎哎，别别别别别！斩脚鱼的，斩脚鱼的，斩脚鱼的，气死了气死了！气死了气死了！嘎嘎乱杀，好兄弟！真的嘎嘎乱杀，给我扣六，都给我扣六！我去搞个蓝，我去搞个蓝，搞个蓝，搞个蓝！我看你们杀！哎，蓝的，蓝的，完，哎，完死了！哎，兄弟们！我哎呀，蓝妹，不能夸，你一夸就倒下了！不行不行，不能夸，不能夸！这个妲己好，是太阴啊！好阴呀，这妲己都不知道他辅助还是中单呢？别上，我没用的，我没用。中单的，中单的。我能不能把我能不能哎呦哎不行不行，我想把他的蓝给他接出来，我想抢他蓝，我抢，没抢，你想一想，我们去大陆欺负这个流氓，欺负这流氓，哎可以啊，单杀了，还挺牛的呀，还挺牛啊，挺牛啊，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野王要死了，野王要死了，看野王操作，二技能刮大招，哎刮刮刮没了。完了，我不能，我不能 OB 他，不能 OB 他，我一 OB 他的那个战队，我们这个战队就是不能夸，就是我们这个战队不能夸，夸谁谁没，这是魔咒啊，对，夸谁谁死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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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吃他大了，我吃他，爱了爱了爱了，完了完了，快跑，等，我们两个，我们三个人，快跑 ，OB 啥意思？看你操作，就是把镜头移到你脸上。哎呀，四大皆空 ，OK。完了，这妲己等下起飞了不好打呀。这剑全部被挡。哎，这妲己五杠一了，这妲己就刚刚拿了两个头，直接就这妲己还挺秀。不行不行，早知道我应该玩周瑜的。啊，玩这个英雄，手很强，但是好像打不到人。呀，你是在干嘛？给你盖章吧！哦呦！不行不行，我去拿蓝，我没蓝，我去搞个蓝。我再给咱们团队，咱们出个风云文章啊！好，可以，直接嘎嘎跑得贼快，跑得贼快，嘎嘎乱杀，直接把他们干败了！呀，对不起，这个老银币，宝君怎么拿了？老银，不要让我逮着，不要让我逮着，我逮辅助先出魔女，你要去先扛那一波伤害。辅助先出魔女，你要去扛。你在教我做事，有道理，不过你讲的还挺道理，挺有道理的。我出啊，中路行不行？中路行不行？完了，别包了。呀，救一下！我精彩的操作 ，nice， 没死，我操！小心点，这个妲己，牛666，哎，我这，哎，别夸，低调，别夸，我就看谁敢夸，我们这个战队一夸就死，我回了，我没状态了，对，我就看视野，去吧，你别死，我不会死，这小妲己不在。我们的战队嘎嘎夸嘎嘎死，嘎嘎死。等我，我魔女还差多少来着？有。等我爸，快，我出个魔女，这打不掉我了。他们两个法师，救了他们一波。我准备搞个暴君了，兄弟们。你在干嘛？你看我俩，你在打不中我，还要打不中灵性走位，打不中。你打不中，哎呦，打中了。给你盖章。拿好。先开龙。先拿龙吧。完了，他们冲出来了。完了，没事，我的精准惩戒。相信我。一天天给他牛的不行啊、哦，给你盖章吧。我去打这条龙吧。OK。他们朝你们吧，要不把刘邦先抓了。
哎，快来快来快来！我疯狂点，哦、怎么样？漂亮！这个方面差了。不行，我下路带一波，我吸波血。别给妲己阴了，妲己一套，妲己一套可以把我们秒。哎哎哎！哇，真的他能在这里，我操！这个妲己不在那个河道草阴，他在我们那个，哎呦，哎，好烦啊，这个妲己！我来！必须拿捏他，阴还阴不阴？错了没？他遇到三个人，他遇到一个人，他一遇到我一个人就把我秒了。没事，我出了肉，他打不死。我来了，我出了肉，我们去打人吧，一会儿。待会等个技能。我们露娜想秀。不，露娜想秀。我引诱他，我让他以为我想秀，好吧？我的镜头已经给到你了。产生幻觉。让他产生幻觉，让他以为我想秀。镜头已经给到你了。就跟百里拿在那里瞄瞄瞄，你要吓他们。我下局我得玩局南陵王恐吓他们。哎，好，骗了镜头了。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。拉了个小朋友，对不起。哎，我不在，等我，妲己要活了。妲己要活了吗？那行，我们拿猪仔了，拿猪仔。拿猪仔，求个稳，刚好也没拿了。我去看视野吗？新晋野王，露娜。可以，我来了。哎，新野，他有蓝。我知道。那我可以拿我们家的蓝吗？可以。可以，完了，你们拿得到吗？快跑！拿得到吗？拿不到，家里的还给你。哇，漂亮！五杀了，漂亮，五杀了，五杀了，后面没了，后面没了，五杀了。等下直接哇！你那个墨子身上有金币，直接飞过去就把杰里杰打死了。别夸！这还是这每次一夸就没了，我们不能夸，一夸嘎嘎的死啊，兄弟们！不能夸！刚刚红还没赶过去，太深入了，可能。五杀没了。哦，我懂了，露娜钱不够，要不然干脆换复活甲，这不就没蓝了？最后用蓝紧张。你要先拿个蓝，没事，家里的蓝我没打，我刚刚就去帮我。OK，没了呀，这个蓝。没了呀，那没办法，我想把你看一下的。长得好像椰子哦。哎呦，这突然饿了，搞个东西吃一吃啊。哈哈，我闭麦。可以。打饿了吗？就打饿了。嗯。对面好像消耗有点恶心。完了，我们在吃东西啊，他人不在了。嗯。等一下，他去吃东西了。哇，他好，他掉，他应该掉。不影响我的操作，我跟你讲。给压力。要不我们再等他龙吧？怎么样？龙好像好了。先去盖他。搞个蓝。来。好，给你，我出圣杯了，我不需要，来，我不需要，我出圣杯了。哎，我直接给他勾过来，直接给他们全勾过来，漂亮。来，大没了，快，完了，死了。这小妲己，我气死了。啊，可以啊，你是最后两件，我杀一个，可以，没事，一换一。那打暴君了。这个塔真难推。要不推边塔，他手挺长的。上下推边塔好了。他们有两个法师，这个能杀吗？这个杀不了，太肉了。我可以杀，我们有马可，可以杀吧？我把他顶回去。哦，马可在，有机会。完了，好像机会没了。我得撤了，太痛了。六！我先挂一技能，他就死了。快走！家里有蓝。哇，吓死我了！妲己没闪，好像没血了。我是不是要出个吸血珠？来，我们直接一挂，
我们先推边线吧，先别急，等会别给反一波了。来来来，我直接把。哎，不行啊，射手不在。哎，可以啊，倒了倒了倒了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，给我一个拉拉我。就锤锤锤锤锤他。马上有啊，马上有啊。妲己倒了，露娜万秀，真的。啊，这一波我要操作了。妲己倒，哎，他没大，狄仁杰没黄牌，这不露娜不万秀吗？等我一下，我们很快干他。啊！我忘记买符甲了。快走，没兵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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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可以顶着兵线乱秀呀！哎呦，没有没有。完了，这一波没兵线呐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他明刀他没死，应该等我一下下的。急了，太着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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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急了。没事没事，有我有我，我能守我能守。看着看着，现在就是体，现在就体验我价值的时候到了，这就炮台型法师的威力。有我，看你了，看你推不进来，我还要去抢龙。我要去抢龙，没刷没刷，没没打没打，没打就算了。哎，好烦啊！那个狄仁杰出了个魔女，真的锤他好累啊。对对对，我看到了，我看你打了他三个大招，他就掉了一半血。上路线马可吃了，我感觉我经济差不多了，这估计只能让了呀。让了让了让了。如果有人欺负你呢，就报我的名。可以拉一手吗？我把妲己秒了，我把妲己秒掉。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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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拉扯一下，拉扯一下，没拉扯拉扯拉扯。射手都残的呀！哇，灵性！啊，这个刘邦真的是。完了完了，刘邦走了。完了，还有下路线。狄仁杰没闪，狄仁杰没闪。狄仁杰没闪。OK OK。哇，他们这个太能守了吧！他逮到你了。他逮到我了，我在清清那条龙，他直接跑过来过来把我杀了。如果有人欺负你呢，就报我的名字。我感觉你打不死刘邦的。不用。刮痧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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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完了！你上了，上了，你救命！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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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跑快跑快跑！风暴龙王降临，决战开始！完了！没事没事，我们两个靠我们俩，好兄弟。四龙。这龙摸得到吗？能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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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秒了一个秒了一个。这明明是塔打的，哪里是你秒的？哎，不是我的伤害。他们想打龙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狄仁杰不上路上路上路上下路下下路，我拿来我拿来，风暴龙王得等。行行行行我们能拿这条龙吗？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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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射手射手射手过来！得射手来，我自己打太慢了。行行行，过来了过来了，挂上。狄仁杰的二技能给他骗出来，我来探头来探头，妲己妲己妲己。都过来了都过来了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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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波了一波。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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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波了一波。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。没我你们也打赢了吗 ？Nice， 好兄弟。我是多余的吗？清兵，谁没过来这一波？我在下路清兵线。可以，一波一波一波。这个墨子不可能挡下我们，兄弟们。不可能挡下我们的。啊！推推推推。推，没一波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不行不行，我们还是拿回自己属于自己的阵容。
我觉得反正我们只要有理性，或只要有炮台英雄，一定注定了是首家的路线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